敢跳楼顶，我会找他们麻烦的。人呢？我这。换子弹了，老弟，换完了没？ 找他麻烦！我操你！给我车太少爆了！给楼了，楼要倒了，没了，就两个。哎，太棒了！就两个，哎，什么？ 喂，那你有办卡吗？没有。不是，你这么整人家呀！快，走！等会儿，我切把枪。我操！那你他妈就疯了！不下来，哎呦，真的。 经理，你在车上坐着啊？妈的，这别下车了！经理，经理，你在车里面坐着。我撞倒，经理，我撞死他，经理。我操，这个什么东西啊？我漂移撞倒。还有一个。那我来，上哪啊？烟道。走。 没事，这个麻烦让我来找吧，我会找他们。还有个 ED。来个蓝圈。我操，打了我枪头。还有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封个烟救我好吗？答应我。 全爆家里！你看娘的头又被 K 了。哎，这车爆了！来，拿走。龙哥，车头。死。来带我的车翻了。哪里有个小英一直在找我们麻烦啊？哎，这撑头听。 龙哥可不能这么找麻烦哦！没事，我操！这里三刀，别这样，三刀，别叫，四血，大包了，骗你的。 别的两个火箭筒，你该如何应对呢？他害我被火箭筒炸死呗，那没了，死呗。